小卧室别再把床放中间了，这个卧室3米乘3米，传统布局，中间放床，两边床头柜，靠墙做衣柜，空间拥挤，收纳少，不如这样做。一，镀锌方钢做床架，靠窗定制地台床，底部做大抽屉，记得做分段设计，抽屉才能完全拉出来，拿取才方便。二，窗边做转角矮柜，大件杂物放底下。三，另一边做转角桌，矮柜放学习文具，桌面能看书写作，台面还能替代床头柜。四，上方做满墙书柜，能收纳百科全书，养成阅读好习惯。五，床尾做组合衣柜，顶部放大件被褥，下方都做挂衣区，拿取一目了然。侧边开放挂衣区，收纳常穿的衣物，底部三个大抽屉，分类放内衣裤袜，最后铺上大床垫，满满安全感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